43岁男神金城武头发稀疏，以低调结婚，老婆气质温婉近照曝光。金城武，中日混血，1973年10月11日出生于台湾台北市，演员、歌手。1994年，金城武出演王家卫的电影《重庆森林》，堕落天使，涉足影坛。2016年，主演陈可辛执导的爱情新片《男人手册》。金城武的母亲是台湾人，父亲则是第一个将亚蛮技术转移到台湾的冲绳人。金城武有两个哥哥，大哥同母异父，二哥同父异母，和杨采妮曾好般配。今年43岁的男神金城武在演艺圈发展多年，不仅演技深获肯定，魅力更是有增无减。只是这样光鲜亮丽又高知名度的他，众所周知私底下是个深居简出的宅男，除了接演电影与偶尔的代言工作外，就是窝在家享受低调与平静。金城武说，将来结婚了，我就会把家庭爱人放在第一位。看来在他心中还是老婆重要啊。随后金城武被拍到手上带有结婚戒指。据悉金城武已经结婚，这个消息也是金城武在曾经一家私人聚会发布出来的，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个消息，也只有少数人参加其婚礼，这也正符合了其低调的个性。金城武的日籍太太很温顺，即使金城武忙于工作并不搭理他，他也不会说中文，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无法与人交流，但依然在不远不近的地方陪住老公，温柔注视，一点也没有不耐烦，就像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默默在金城武身后陪伴一样。好幸福。